家，我现在到双流机场了，然后今天是去杭州，就我妈在那边开会，她今天弄完，然后我就去找她玩4天吧，然后星期一就回去，去杭州跟上海，所以安排的还挺满的。现在呢，机场都没有人，空空荡荡的，我现在就准备去我的登机口，我真的好困啊，现在才5点多的样子，但星巴克都开门了，都是看要不要过来买什么。我刚刚去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因为对我来说坐飞机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晕车晕机药，因为我特别容易晕机晕车，所以呢每次坐飞机或者坐长一点时间的汽车就一定要带一个，上去就可以睡觉了。夏天都已经亮了，都快6点半，然后准备登机了，应该就是这架飞机，我觉得要飞3个小时差不多去杭州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出门了，现在已经快12点，准备去西湖，就是那个湖滨银泰那边去吃午饭。我已经想好就去吃那个杭州酒家，我看大众点评上评分还挺不错的。出门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什么。今天呢，哦，还买了一个这个墨镜，我昨天真的是非常临时的决定去买墨镜，去太古里的 Gentle Monster 买了一个这个，我觉得还挺好看，本来想买黑色的，但发现我很多衣服都是黑的，所以呢就买了一个粉色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今天呢穿的就是这个连衣裙，然后是小地素他们家的，我觉得这条很好看，而且有一个就是这种口袋，我觉得还挺特别的，就裙子真的非常方便，有口袋的话。然后下摆是这种前短后长的设计，肩上这个蝴蝶结它是这种绑死的，就固定的，你也不用去管它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然后鞋子呢穿的是这个渔夫鞋，我真的每次穿这双鞋就特别容易下雨，这种鞋就是这双鞋一旦泡雨就不行，因为它下面是草边的底，就会胀开那个下面的草，所以就超气的，每次如果下雨穿这个鞋的话。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啦，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中午就来吃这家杭州酒家，结果都开始排队了，估计要等个10多桌的样子吧，现在就进去吧。好热啊杭州。我们现在正在排队，前面还有差不多15桌的样子，人真的超多的这里面。我是北宋人嘛，过去是南宋人北宋抢过来的，知道吗？要说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知道吗？是吧？行吧，行吧，对不对？点的几个菜来了，然后还有一个牛肉羹还没来，这个是桂花蜜藕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，我觉得糯米真很好吃。然后还有一个东坡肉，点的单人份的，就一块，不然太腻了。还点了一个这个叫花鸡，看是这家比较招牌的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吃饭啦。点的牛肉羹也来了，我上次来杭州都是我初3的时候了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喝，但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来杭州干嘛了，就印象几乎都没有。我觉得今天点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个桂花蜜藕，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好，就是有点甜，但我觉得可以接受，就糯米也超好吃，这个真的很推荐。我们现在到西湖啦，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热杭州，但是应该比就是暑假的时候来会好很多。我们现在就去找在哪儿坐船，好多鱼啊这里面。Spirits will become
Hello， 我现在坐船到花湖还是花岛这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走路去雷峰塔，就还挺近，几分钟就走到了。其实今天应该跟这寒暑假比没有那么热，而且也不是节假日，所以人也算比较少的，所以还是挺好的。我来扫，我来扫，给你拿着，我来扫。左边微信右边。25。在这个西湖礼物这家看起来还挺不错的，我买了一个这个杨梅汁，好像是什么，就是新鲜的吗？我要了一个冰的，我现在正好渴。太热太热了，现在到雷峰塔了，然后现在是一个重建的，那个以前的好像是因为哪次，是因为什么倒了还是怎么回事，然后现在就是新的雷峰塔，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了。这个卡通人物好可爱啊，这个是小青、白娘子、许仙跟法海，我觉得许仙真的特别特别像，就很像那个老版的里面的许仙。我来过一次雷峰塔了，然后刚刚我跟我妈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么多楼梯，我跟她说我真的不想上去了，结果看仔细看中间竟然修的是电梯，太棒了，现在就可以过去啦。我被我妈强迫着逼的爬到了塔顶，太累了，哇，但是风景真的好好。漂亮呀！哎，天哪！爬完这雷峰塔，我现在腿就下楼都开始打抖了，我真的是累死了。我妈真的已经去前面了，哎，我真的是，哎，体力不支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哎呦，真的，我现在小腿都在打抖下去。我们今天晚上来吃楼外楼，走了半天终于找到了，我们的菜上齐了。我点了一个这个什么响铃儿，我今天坐船的时候那师傅给我推荐的，然后点了一个一人份的宋嫂鱼跟一份龙井虾仁，还有我非常心心念念的桂花酒酿圆子，我觉得够了，因为我现在都没有什么胃口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吃饭啦。我们现在吃完晚饭了，然后在西湖这边散步，就晚上这种灯都开开了，准备往银泰那边走，但准备打车吧，因为我看打车过去都要20-30块钱，走过去肯定要走太久。嗯，现在就很凉快，就有风吹，就超棒的。
我们就准备去银泰，我想去买个喜茶喝，然后再买个 Lady M 的抹茶千层。现在到银泰这边了，我想去买一个 Lady M， 我一直都特别特别特别想吃，想吃那个抹茶千层。这次呢，这次就可以过来尝一下吧。说去喝喜茶了，但觉得去上海也可以喝，反正迪士尼那儿也有一家，所以就在这儿买了吧，买个 Lady M 就行。到啦，好像人还挺少的，也希望有吧，不会卖完了吧。我们现在在银泰D区，我想找一家蛋糕店，就很有名那个芋泥奶油蛋糕，就在这边这家，我准备去看一下还有没有。买好了我心心念念的两个蛋糕，一个 Lady M 的抹茶千层，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，就是这个牌子的一个什么芋头奶油蛋糕，准备回去尝一下，让我来看看哪个更好吃。现在呢就去超市想买点水，还有洗发水，因为我觉得酒店的洗发水不好用，所以呢就准备过去看一看，再买点矿泉水之类的。我妈又来这家卖糕点的，就比较中式一点，好像他们家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桂花米糕，还挺好吃。我现在到酒店啦，然后准备把今天买的这两个蛋糕给吃了，一个这个芋泥奶油的，然后一个 Lady M 的这个抹茶千层。我妈买的一个这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，反正一个桂花米糕，好像挺有嚼劲的。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吃，然后给大家说我觉得哪一个好吃，我会打字幕上。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两个我觉得我这次带的还挺特别的东西，都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系列，一个是他们的这个新品一个润体乳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护手霜，这个真的超可爱的，这个包装我觉得就是拍照啊什么的都非常好看，而且旅游非常方便携带，因为它比较小巧吧，这个包装就放在包里啊，出门玩之类的都完全 OK。 这个系列的味道真的特别特别好闻，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。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去洗漱啦，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5月24号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。出门之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穿的什么，现在才8点的样子，我跟我妈准备出去吃早饭，就去吃那家叫年糕先生，我看评论还挺不错的。然后再去 G20 峰会的会场看一下，中午就准备去上海了，就是坐高铁。然后出门之前给大家看我穿的什么，我现在早上起来脑子都不灵光，今天头发睡得特别特别奇怪，就特别蓬的感觉，我都是准备吹一下吧。今天穿的呢就是这个白色的一个裙子，还是小迪素他们家的，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看。真的迪素多久能来找我做推广啊。这件呢就是也是很简单，它上面是这种纱的感觉，但是远看就很像羽毛的感觉。后面我觉得特别好看，它是那种有一点小露背，然后绑一个蝴蝶结，到时候如果拍全身照的时候给大家看吧，我现在拧不过去了。鞋子呢穿的还是昨天的渔夫鞋，真的很方便。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啦，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我们本来说去 G20， 结果有点太远了，然后前台那个他说就说好像西西湿地来的人更多一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西西湿地啦。但是人真的很少，而且我现在都发现没有什么很好看的东西，是因为还没有走进去吗？今天太阳也超好的。我真的特别喜欢绣球花，而且我觉得杭州的绣球花真的特别特别多，无论是在景区里啊还是在市中心都有很多。我们现在准备在这逛一下就回去了，因为其实我们不在那个西西湿地的主景区，是在另外一边，但是走过去又要一会儿，然后又要坐船，我们下午的高铁可能来不及，所以就说在这边稍微逛一下吧。真的太热了，又热又走路，旅游太痛苦了。我们现在到吃饭的地方啦，今天中午准备吃这家叫新白鹿，我看大众点评上评价还挺不错，最主要的是离我的酒店很近。
这个新白鹿人也超级多的，我觉得我们再晚来一点就没有位子。今天点的主题就是不要再吃太甜的菜，然后点了一个干锅花菜，然后一个片儿川，这份好大，我以为就是一个小碗那种，然后点了两个鸡爪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吃饭了。杭州菜真的太甜了，我好想吃火锅了现在。这个是他们家招牌的一个什么薄饼，然后里面加的好像是肉吧之类的，这盘子还挺好看。然后还点了四个扇贝粉丝，因为实在没什么吃的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吃饭啦。最后一个是我最爱的花甲，我以为是很辣的，没想竟然是这种清汤巴拉，就是，哎，让我尝一下好不好吃。其他的都还可以，应该算是我这几天里吃的最合胃口的吧，就没有那么甜。我们现在到一家零食店了，然后我要买点肉脯，我觉得杭州的猪肉脯真的超好吃，然后再买一点鸭舌。这个牌子是我最爱的鸭舌，就每次以前有人来杭州就要让他帮我带，就是出序，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好吃。Hello， 我现在上车了，然后现在准备把杭州的 vlog 给剪出来，那这期的杭州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就上海见了，拜拜。